家园的灾难习惯，人类所剩无几，天然食材被污染，还在继续贪恋美食的人类患上了痛苦的疾病，他们开始变异，哀嚎地死去。我们伟大的金庸护理师为我们找到了希望，为营养液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拯救时代的金石营养液到来了，可以练饥饿就会消失，长期服用还有美美人许多的功能哦。请问准精细防卫标记，当然还有再来一瓶的精细。你讲呢个老房啊，有钱就系假冇钱啊，太沟系嘛？记得嗰个靓女上次吐得，比今次吐好多。哎呀，唔系咩？记得上次宣传片啊，吐得有咁大一盘啊！老房呢个临伤细药嘅感觉，真系有啲似我哋金堂主啊 ！Shut up！ 固定不动的机位，无精打采的演员，这房老二拍的到底还有没有 love？ 你个营养液真系卖唔出去咯？卖 ？Are you serious？It's a love of times. 要有爱啊嘛。I just got that. 为什么我爷爷跟那个女人跑了 ？For love? 系呀，爱个体位啊嘛。我爷爷背上有个黑狐的纹身，是个女人纹的。我爷爷特别喜欢纹身，据说那女人的胸 huge huge， 你们可能还不懂。 Let me show you 罩杯是怎么分等级的。来，A 杯10厘米以内， B 杯是 2.5 厘米以内，C 杯15厘米以内， D 杯17.5厘米以内， E 杯20厘米以内。那个养牛的罩杯深度是28厘米。28！在被核爆席卷过后的星球，天然食材几乎绝迹，只剩下蚊子可供人类捕食。人们之间已经不需要情感，大自然正在形成新的食物链，包括人吃人。此刻，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肖儿啊，我知道你也饿，可我这几天什么也没吃，你也别怕疼，我得用大骨头棒给你一下解暑来啊！我这手艺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白白死了的啊！小文啊，我本想让你走得痛快点的，但你太调皮了，我就只好放绝招了。你跟我臭皮一样到处流浪，可是现在你也算得上野生天然食材了，我把你这么一烤，这味道飘起来肯定能给我招揽点生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样子是个有爱心的年轻人啊。啊！今儿个还真车水马龙啊。我不是故意的，臭老头还请我喝酒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臭屁，我混江湖这么多年，我这么容易被人吃闷棍，还不知道死多少回了，敢打扰我吃大餐，什么东西可难喝死了。尖塔村梅师五星大厨苦瓜，这老头是大厨啊，不管他，先弄回去，搞不好还能教我做菜呢。堂主，今日冬至正是制作老坛腌肉的大好时机呀、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才是品质生活，咱们家堂主才是最懂吃的人。起身找到了吗？还在寻找，只是城外难得看见流民的影子。I'm so scared. 你是要让宝宝亲自去找吗？不不不不。马屁。嗯。贴出去。Thank you.
五行纳出还想跑啊？还是要拿我臭皮做大财呀、啊？没有，小财，小财。什么是大财啊？大财，大财就是那个。嘿，你好吃呗？还有点蚊子腿的味道。你揣着营养液不喝，你到我这儿来使劲耍炸弯了，你还装上吊？莫非你也是个爱吃野肉的主？出，我只是一个吃不饱肚子的饥民，还想再来一把没？你还害怕别人听见你是大厨啊？我臭屁才是大厨呢，谁来抓我呀？来呀、啊！求求你，莫喊了。对我听到手上头的，我臭屁就是大厨，谁来抓我呀？来呀，我臭屁就是大厨。莫喊了，老头，你别怕，要抓也是来抓我啊。少侠，嗯，你听说过德明吗？帅了，酷毙了！我这刀工是专门为三元神通准备的，你们两块要练不好，就莫想进城了。那可是一道精彩啊！我听说啊，但命桌上有一位厨师尝试过这道菜，最后的时候得了十分风，迎面倒是。我们今天练好厨艺。等到王吉之时，食材从天而降，美食破土而生，勇者之士就会出现在世间。等取了勇士之心，做这道菜的时机也就到了。好闪哦，这么多钻石能换回多少野生食材呀？有人说我 grandpa 从魔王城取回天然食材后死在了路上，说是恶之花吃了我的 grandpa， 用于古剑分解了我 grandpa 的尸体。比这人更重要的应该是这把剑吧，还有我的营养液。对对对对对，这把鱼骨剑呢、啊、就像当年陪伴堂主您打江山的营养液，所向披靡，征服宇宙。征服？老堂主打下的江山最后都落在老风手上，这满地的金银财宝换不回天然食材又有何用？堂主啊，你是一个有爱的人，可是怎么不是还有老堂主遗留下来的营养液吗？难道路上有恶之花我就怕了吗？哼，
老堂主好可怜呐、啊、他非要追寻你爷爷的遗志，去寻找那个叫做奇隆奇奇隆奇的地方，就是通往魔城的路上大漠尽头的海边，找到了一个背上刺着黑虎纹身的人。可是最后老堂主还是留在了路上。这叫在路上， It's called romantic, understand? 今年的魔王祭，我一定要走一遍我 grandpa 走过的路。每隔12年，尖塔村的这片土地都要经历一次沧海桑田的变化。为了生存，动物们要迁徙去往一个叫奇隆恰恰隆奇的海边。那里是一片涛国，水草丰盛，气候宜人，适宜繁衍后代。但路上他们要穿过魔城，还要面对无处不在的食人幽灵龙香的危险。10万金币相当于3米3万，3米3万相当于1米1万，不对，相当于1米4万。哎呀，不对，你要学出来，还是要配合我抓人。不然的话，你我早晚要饿死在荒郊野外。臭老头，你演什么戏呀、啊？真要有人来，我给他1酒瓶子不就得了？那不得行哦，味道会变。起码要在他有爱心的时候，少些力气，味道会好吃得多。我们对食材要有敬畏心，年轻人。这我可不吃，这跟喝金三的营养液有什么区别啊？这厨子怎么还没杀完呢？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少侠，你不晓得呀，我们这些流民呢，还得要感谢黑虎堂的金丝营养液。自从喝了金丝营养液，我的舌头一天比一天麻木，几乎快要戒了我的食瘾。喝一滴金氏营养液，一天都不会饿。有股烤蚊子腿的味儿，没错。你到底还有没得人性啊？还有没得爱？大胆大胆大胆，敢在魔王祭没来的时候弄烧烤，你们都是饿疯了吗？哼，我黑虎堂马三杰在此，一切都得按律法办事，凡是除魔王祭之日之外烹调食物者，皆为死罪。哼，我去你大爷的黑虎堂。你干嘛呢？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啥律法呀？来，尝尝我这烤蚊子腿的味儿。这小姑娘挺漂亮的啊，
它叫恶之花，会吃人的，是咱们黑虎堂的通缉犯。吃人？你叫他来吃我呀？抓着他有多少赏金呢？让我算一下，7米10万金币，3米3万。你看我值多少钱？你加上一双高跟鞋，顶多也就只值14000。是28000。我，哎，走走走走。本大叔精心烤制的，从野生蚊子大腿，敬请马先生品尝。错了，是请马先生给我们顶嘴。好吃呗，吃饱了呗。饱了饱了。不是老先生，不是我夸你啊，你的烤蚊子大腿儿真是美食界的桂冠，鲜香四溢，回味无穷，绝顶美味，没有之一。你这他妈的嘴还真甜呐。老先生，你知道现在的世道啊，野生食材是多么不容易，更别说是一只野生蚊子了，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呢。比这大海捞针更难的，恐怕少这个女人吧。讨厌。少侠，哎，我在得名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恶之花，每逢12年一个轮回，每当魔王降临，带来美食从天而降，破土而生，恶之花就会出现，到处吃人。你我去魔王城炫火，不去就被饿死了。我现在就去。哎，还是要种点东西好上路噻。你小子叫啥呀？看起来挺机灵的。啊，我叫马三杰，也确有三杰，一是人杰，二是不轻浮，三是一诺千金，大家都喊我马三杰。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呀？王大力。哇，原来是义侠本尊。这附近的快递啊，可全靠您撑着，您是一件都没耽误过。英雄，请容我拜上一拜。现在一定是你最低调的样子。小姐，监控起来。瓜娃子，这味儿骚死了。教你怎么揪心血肉，好吃得很。哎，我这话来了，我这话来了。恶之花在哪儿呢？哪儿呢？哎，你这个贪吃鬼，是不是道上没吃的，也把我也杀了呀？要不要老子送你上路啊？哎呀，少侠，
我这不是饿得没法了吗？要是有东西，哪个还动这个脑壳呢？像，真像。咱们家堂主要是有……哎呀，大叔，你别杀我呀！力哥，我有办法让你去魔王城。哟，姓雷啊，来说说看。力哥，您说这人活着是图啥呀？不就是为了图面吗？怎样才会有面？咱得去挣钱，有钱就有势力，就有面子。不过咱们家堂主呀，是先有势力才有钱，不过都一个理儿。你别废话，你说办法。力哥，五星厨师有什么好的？你看那老头一股穷酸样。力哥，时代变了。力哥，你看你在这要啥没啥，谁稀罕你啊？力哥，说实话，你这手艺……唉，你净他妈废话，说办法。力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觉得你长得跟我们家堂主挺像的。我有一个计策，就是您假扮成我们家堂主，到魔王城享受荣华富贵，你看如何？继续。这不，十二年一次的魔王祭开始了吗？我马三杰是谁呀？我马三杰可是堂主身边的大红人。到时候啊，我只要说您是我们家堂主，这混进魔王城不就解决了吗？到时候哪还要开着蚊子摊啊？那肯定是蚊子屯大酒店、蚊子屯美食街啊。到时候我再到咱们家堂主那边去禀报一声，这不啥都有了吗？李哥，您说是不？大酒店、美食街、美女烧烤，但要是回去禀报金渊湖怎么着啊？力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到时候啊，力哥只要封我一杯羹，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咱们家堂主啊，在外面打恶兽呢，他也管不着我。力哥，我的五星大厨啊，这次是红烧还是清蒸呢？哼，那你拿什么担保啊？我拿人头担保，这事儿准成。我马屁精，哦不，我马三杰，人杰不轻浮，一诺千金。禀堂主，三日后去魔王城的安保计划已安排妥当。What the fuck？ 小马，你这是忙得连头都掉了。您先听我说，堂主，刚才我在村外发现一个烧烤摊。烧烤摊有什么稀罕的？你是肚子饿还是嘴馋？哎呀，有水吗？我先喝口水。哎呀，算了，我现在喝不了。
烧烤摊上此强人长得和你极其相似，真是堂主天生福气。我想回来问您要套堂主身份的衣服，让他穿去魔王城，路上恶之花必然出现，那我们随后将其捉捕，给冯部长带去的献祭大礼不就也有了吗？你看这是不是两全其美啊？真有此人？有，我用人头担保呢。你的头呢？我正打算回去取呢，堂主。好，带上我那套红色的堂主服，路上做好标记，我马上就到。如果这件事办成了，我就让你接管魔王城。堂主英明，堂主魔王城见，堂主一路平安。好了，快下去把头安上吧。 Looks so scary。爸爸的爸爸叫 Grandpa， 爸爸的爸爸叫 Grandpa。尖塔村黑虎堂金三堂主收。部长，您说我们每次都是剧本都一样，只不过是把演员跟服装换了一下。你说这样的话，金堂主他会不会腻歪啊？哼，这玩意儿，如果他真当真的话，早就找人过来替代我冯二了。然而并没有。你说这么多年他们来过吗？没有没有。自从金二被我猜金三呢也无法抹掉童年的阴影了。天下靠武，就是讲究一个火候。外先无风浇，里面无风湿。拿去，先练一下。臭老头，你忽悠我！我没有唬你。一下，你可不可以搞到猪肋骨来？此前如果能够吃到一烤酥方，也就满足了。我看算球了，就不要去魔王城了。哼哼，臭老头，我看你酒是喝多了吧？这年头老子也只能吃只野蚊子，你还想老子给你弄半头猪来？烤酥坊是我们德明宴席上的一道名菜，就是那半扇猪肋骨切了外面那层胶皮，露出金灿灿的第二层皮，整个烤酥坊就要支持骨头上那层皮。这个娃儿不是观音妖夜长大的，结实顺野生。臭老头哎，你拍了半天也没见着你拍着一只蚊子呀。现在的蚊子都有阴阳液的味道了，
狗日的是不是人血喝多了嘛？那马西京怎么还没来呢？我看他鬼要是去报官了。哎，少侠，不信你我几下跑路算了。你怕什么呀？烧壶水，洗洗再走。好嘛好嘛。哎呦，是得洗啊。你还要装扮堂主的吗？老头啊，嗯，给我搓搓背。嗯，来。哎，有猪！来了呀，一诺千金。来来来，快试试衣服，把你们身上这些臭衣服呀都给我脱掉。马先生辛苦了，先喝水，先喝水。哎呀，渴死我了，你看我这嗓子都快冒烟了。快把头安上吧，注意森林防火。魔王记工作证，你们怎么还没换好衣服呀？哎呀，这是我的面膜，不是面皮，不能吃，讨厌。马先生，这吃吃喝喝咱们就都带走了啊，衣裳你自个儿留下，你要碰见你自个儿稀罕的人呢，你就送给他。你咱演不了那高富帅。嘿嘿，老头，走嘞。你那么有眼光，你觉得我的衣服潮不潮呀？潮，我怕恶之花万一看上他们呢。嘿嘿嘿嘿。完了完了，他们把我的工作证给拿走了，唉，这混进魔王记该怎么办呀？我得赶紧让老瞎仔把他们给拦住。魔王城可是天然食材遍地呀，再也不用喝营养液了。我们厨师职业也算是上等职业，要是你在那里摆摊卖烤蚊子，说不定生意火爆得很哦。就等你带路，老头。去魔王城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们厨师就不应该被金元虎这么整死，只有去了那里才有翻身的机会，我们这样践踏美食村才有救啊。
旧村跟我有毛关系啊？我就想进去混点吃的喝的，可咋混进去啊？你是大叔，肯定有办法。少侠，钱魔王是这么大的目标，你我恐怕是没得机会了，干脆就吃烤书房撇多些。你真的是皮多。听说附近尖塔村每一年都在招勇士厨师去魔城做菜，所以我才在这儿就地取材摆个烧烤。哎，你说我有没有机会呀？勇士厨师都是有去无回啊，莫要揭露。一下是往哪里摆？一下，一下。小伙子，你是？我臭屁啊！一下，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一下，魔王城不可以去。我送快递托你，披荆斩棘，练就一身江湖绝学。可他们想我的心做菜。一不小心就着了他们的头。一下没事吧？一下，这把剑就留给你了，以后我靠它斩妖除魔，一定要记住，不可锋利，就说招来杀身之祸。你妈！一下，一下，一下！给我一个 telephone， 有厨子，我要给堂主汇报。真的吗？是向黑虎堂那个金堂主汇报？真的，当然是真的。汇报啥？有厨子，有厨子混进魔，要混进魔王城。啊，你不是老虾仔，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啊！你在搞啥子啊？会引来饿死鬼啊！你表明了说好。闭嘴，先等一会儿。你先让这个板板。最近魔王祭到了，这老头没准就是从石材车上掉下来的。管他呢，反正我们是捡漏的，我们吃不上什么勇者心，但把这老头拿回去腌制一下，换个造法也可以。咱们讲的是你是狼哦哦哦。这不是又了呀？老头，香港脚。
将就了吧。来，老头，你说吃哪块部位最好呀？那当然是吃屁股上那块肥肉啊，吃起来有点生鱼片的口感。是有点呢。啊，你忙呢，我身体有毒啊。有毒没毒，来一口不就知道了。啊，你搞锤子啊。你吃完的时候咋死啊你。我的老汉，这比中毒还难吃呢。还这么恨他呢？十二年了，还和老瞎子那会儿一模一样啊！汗毛试试。哎呀，你别吃我，我好臭。这就是你给我的货。有个叫金元虎的来，绝对是你的菜。哎呦，黑虎堂，金元虎。原先那个孩子长大了吗？对，我们复仇的机会来了。12年了，我给你找吃的，你不要吃我，给你找最好吃的勇者之心，12年一遇的好食材，绝不骗你。你别杀我！啊啊啊！前面白闪闪的就是下坡，我在对面的时候。听说个先民厨师有个儿子就在这里，看能搞点吃的。我们要的人到了，两盘小菜。菜 nice 小菜看起来还很性感嘛。那就等死吧，就跟那些人一样。这段好险啊，要是有低音一样也就好了。这位帅哥，我龙香有好吃好喝的。看两位贵客想必是从尖塔村来的吧，来喝点酒。王大力，难道这位壮士就是传说中那位斩妖除魔的义侠吗？美女，有眼光。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准备悄悄潜入魔城中，等魔王祭祀时，我手擒魔王。最主要的是摘到禁菜三元圣通。吃了这道菜，我就可以所向无敌，再战恶之华，拿到悬赏金。
到那时，我就找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确实有一颗天真又干净的心。哎，美女，你叫啥？哦，对对对对对，哦，龙，对对对对对，龙翔。你跟我臭屁呀、啊，真是天作之合。哎，你就别折腾老头子了，老头子你看体力不好，身体不好，你看我小伙子精神得很。我去，我得赶紧跑啊。一侠一侠，你们去魔王城能不能带上我啊？我龙香是一个喜欢旅游、喜欢周游世界、拍美照、吃美食的女子，可是来到这鬼地方，我早已饿得饥肠辘辘。我也想去魔王城里面看一看风景，吃一吃美食，顺便给你一侠记录一些荡气回肠的瞬间。还能过得来些吧？嗯，我说很来噻呀。臭东西，你要不要去？这个色眯眯的傻逼容易让我想起黑虎堂的韩大王，我还是去看看咱们那道菜新鲜不新鲜吧。果然流掉了。那我们也该换装出发了。这次魔王祭的勇者之心有合适的人选了吗？部长啊，这个您就放心吧，魔王祭的美食公告啊，我们都已经贴到城门口了，再加上我们有天然食材的诱惑，这些小鱼啊肯定会上钩的，到时候啊任您挑选。好值钱的心呐、啊、我要是有这颗心，还岂不都是发财了。要是你真没有，那我们就中了头奖啊。老彩指望你的心到魔王城换个好价钱。想想，我要是有勇者之心，我可就是高富帅了。哎，把我教你的再练一下，马上要进城了。我爷爷背上有个黑虎纹身啊，是个女的问的。这胸大呀，嗨呀，还是个养牛嘞。这演过高富帅，你这心就像镀了蜜的食材，这吃起来也就更加可口了。您喜欢甜的？我就喜欢你这一口。阿兔。咦，哈尼醒！大头，你咋个了？你朋友啊？这个是我德明时候的师弟，好多年没有见了，不晓得咋个变成这个样子了。这应该就是瞎仔说的魔王城入口的寄生人吧？不要动！身体有毒哟。有毒的寄生人，弄几只回去给瞎仔，他一定稀罕。这个就是魔王城来方圆百里没得人烟的原因。魔王祭之时，风雷诺到处让寄生人散播病毒，
房子机密进城去抢夺天然食材。这冯雷诺真有一套啊，这一箭双雕的伎俩，既拦住了刘明，又能得勇者之心。得名算是忘了。哎呀，富贵啊，嗯，你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消息啊？嗯，部长，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什么？先明他有个儿子。什么？先明有个儿子？对。哦，站稳了。那你说，这厨艺可是后继有人了？不是，部长，您知道吗？我为了培养那小孩啊，我费了多大心思啊！我，哎，可是吧，这小孩跟其他的小孩又有点不一样。他呀，把我派过去的那些厨师呀、老虾仔啊，全都给杀了，最后还搞了个什么虾堡，专吃腐尸。哎，你说他跟他爹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哦，对，他是完全不了解您呀，对他的一片爱才之心呐。富贵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心魔。放下这魔子，谁都难呐，是吧？哼。我也是着了这勇者之心的魔，12年呐，夜夜难眠。唉，该去抓一抓这小宝了。嗯，免得魔王祭的时候节外生枝。嗯，哎，去吧。你等了。听堂主吗？我要去通报冯部长。糟了，穿帮了！那个死瞎子不是说穿这身衣服能顺利进城吗？哎呀，臭老头，你别吵，别妨碍我八戒。打不过那个办嘞？被抓住会吊死在城楼上的。古吉巴那胡夫，我已经帮助您了。他什么意思啊？他刚说你帅。帅？他刚才说欢迎金堂主。哦，我就是金堂主。哎呀，金堂主来的真是突然呐、啊！我冯雷诺有失远迎啊！啊，好久不见呐、啊，金堂主，12年不见了，你可还认得我的样子啊？当然记得。哦，那金堂主，
12年不见了，我记得你小时候总喜欢玩玩具。没想到一晃啊，堂主已经少年老成了啊。金堂主啊，请问这位是？这位是苦大厨。哦，那这位呢？这位当然是我的女金夫人。哦，金夫人，幸会幸会。各位，这是杜明定定啊，稳不脏啊。啊，那就是稳不脏啊。金夫人，可否邀请你共舞一曲啊？金堂主难得来一次，堂主来的正是时候，刚好赶上我们这边新拍的一段宣传片，堂主可以先睹为快。看完之后呢，我们还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豪华夜宴。请请请请请。那就走吧，先视察工作。老大，他们黑虎堂的人怎么来的那么快的？还有啊，你看那个金夫人还是有点姿色的，要不要我们来请请请。金堂主啊，这个广告创意是我们宣传部新锐鬼才导演徐富贵设计的。堂主要不给点建议啊？起。我们都爱大魔王，做菜从不放味精。我们都爱大魔王，时而风味都献上。我们都爱大魔王，红色光芒的天堂。我们都爱大魔王，迈开脚步把歌唱。国会为爱暖心房，爱人深切似海洋。赐我美食饱四方，我们都爱大魔王。光辉为爱暖心房，我们都爱大魔王。啊，堂主，喝点营养液解解乏。这里是黑虎电视台，在前方发来有关魔王之夜的一讯报道。为了参加12年一度的魔王之夜，现在我们跟随伟大的金大路来到吉氏集团的神秘之地。没错，我们将会来一场和魔王之夜的对话。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啊 ？OK， 我们要跟随堂主的脚步进城了。这就是我们美食林啊，所有美食生长的地方。嗯，瞧一瞧，瞧一瞧。哎，接下来啊，我带你们去制作区看一下。嗯，走，金堂主。I'm your chief Jin. Go call the phone to meet me.还有把我这辆车停好，顺便洗一下打个蜡啊！哼，告诉你，我这辆车可是牛沙垃圾，很贵的。Be careful。嗯？哟呵，想死呀！呜！嗯？你？哼！嗯？这是、啊、这个呀，和你们之前看到的的确有点不一样。说起来这茶呀，还得归功于我们冯部长呢。广场舞加威士忌，可是我们魔王城独特的老年福利呀。当年啊，我们部长看到许多城下区的青年为了魔王城的建设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与生命，所以造成很多失孤家庭，然后你们懂得。我晓得了，这个大爷和大妈再情投意合，还是要找个顺其自然的借口。大厨见多识广啊。这又是跳舞又是做菜，果然是顺其自然、啊、堂主的奇思妙想可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呢。来，走，我们那边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反美食类节目，这些美食等我们拍完照片之后啊，会通通把它们丢掉，来显示我们对美食最大的厌恶。讨厌。走啦，金堂主。老大，你看看，你 Minister Fu, it's me, 金元户 you took the wrong guy. 然后呢？然后，你手下抓我过来打我，把我放出去，我要弄死他。哼，错了吗 ？Red Fu, open your eyes, it's me, 金元户。哼，没错啊，我没说你不是金元户啊。我爸爸的爸爸，我 grandpa 白养你了吗？白养？当初老金说，魔城是信仰能救人，我留下来了。后来小金告诉我，魔城是秩序，不能乱世，我又干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小金死后，再也没有人过来过。今天，哼，突然有个人冲着我喊：“我是金元虎。”哈哈哈哈，年轻人，说话的时候要拿出证据来。嗯。老大，怎么处置？管他是不是真的金元虎，反正外面已经有一个在走流程了，他是不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嗯，现在正好为魔王祭品的事发愁，这不送上门来的啊。真的是放雷诺，你竟敢把老子当祭品！哎呦，方雷诺，方雷诺，乖宝宝，
雷诺。哦。你活了一晚上，差不多就对了。表演砸了。再说，这个酒喝多了，心就跑刺了。嗯嗯。嗯，我从外面走到这边，有没有想过活着出去？老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我死。王大力在这儿呢，这是谁敢动我？那你是准备把心献出来了？那你是献给龙香姑娘？还是分部长嘞？随便。这个是魔王城独有的食材，杀了鳗鱼，先把手搁在冰水里面降温。再将鱼片迅速地过汤，稍微一慢，鱼片就化在锅里没得了。哦，这个水温要控制在85.5度，这个速度呢，也就只有0.00000007秒。哇！你看得懂吗？啊小子竟然还混进城了，活该！让你捆我，还给我蚊子腿吃，呸！我是家堂主。金堂主，嗯，这个人你认识吧？哎呦！哦，这个人。长得跟我好像啊。哼，此乃奇人，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这么硬气的冒牌货。假冒金堂主的人确有不少，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冒名顶替也就罢了，他还进了城。
你至于吗？至于吗？我走了多少路，钻了多少洞，你不就想吃我吗？关键你还把人家……我可没碰你，我来的时候你就变这样了，他们两个可以作证了。他们俩谁呀？谁能给我作证啊？谁？没有我，你这条小瘦肉早就变成腊肠了。真是黄雀补蝉，螳螂在后。大哥，我真的是黑虎堂的得力干将，如果你吃了我，我大哥金元虎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呀。黑虎堂，大哥，我们，你别吃我，我还不够你塞阿份儿呢。我王山底下有很多好吃的，都等着大爷您去享用呢。我不是来吃你的，给你带点小礼物。车牙包，你要干什么？12年了，我的女人回来了。她说她要去魔王城吃最好的美食，我是不是该让她安安静静的享用完呢？当然。这吃完了，再来一场华丽的烟花，一定很浪漫。是。这就是我为我女人准备的小烟花。无论是你爱的金堂主，还是我恨的冯二，都得死。帅气，我马三杰这辈子就没这么爷们儿过。夏哥，你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你已经帮我了，要不是你在前面做诱饵，我也擒不住这俩守卫。接下来，我们只要解开这个小绳子。夏哥且慢，刚才三杰在钻地洞的时候在地底下画了一张地形图，你看这炸弹呀，应该放在对的地方，比如说这儿。啪！哎 Happy New Year。对了，冯部长，今年祭祀是否有那道三元圣通？金堂主也知道三元圣通吗？这不想跟部长一起品尝？这道赐规祭里的禁菜必须得凑足天地人三元，还得有一个出神入化的厨子。天时地利人和，这可没那么容易啊。你的父亲当年为了追寻此书落得个英年早逝，哎，真是可惜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Whatever， 都不重要。有魔王的庇护，我们还奢求什么呢？是吧？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今天品尝了苦大厨的手艺，让我想起12年前
过世的先明出世。让我对三元圣通还满怀期待呀。啊不长过奖了，我只是平时对厨艺这一块一直钻研不敢懈怠，只愿求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厨师之位，好效劳你部长。嗯，那魔王厨师之荣耀就在你苦大厨身上了。好好，感谢部长给我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了，今天的戏也演得差不多了，古大厨的手艺也秀了，魔王城的烹饪我也放心了，是吗，古大厨？对对对。今年魔王祭一直没有找到好的食材，要不堂主亲自来。风部长，你可真会说笑啊。来，给古大厨拿把好刀。嗯，要用的趁手的，明白？分部长，你放心。臭老头，你把我骗到魔王城，我也疯狂了，两清，来吧。我上吊骗你就是为了吃你的心，我们两个到魔王城这一路下来经历了太多，我要是不杀你，你我都会死。吃了你，我就不用回韬国了。韬国远呗，在哪儿呢？韬国在一片大海之中，那里有一群叫刺龟的小鱼，能和鲨鱼搏斗。你还意思是？是说我是刺龟能去沙漠网了？你还真和24年前的金元虎一模一样啊。我可不是金元虎，我是刺龟。不管你是谁，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跟我走。私奔？我只想远走高飞。
佩里塔巴伊亚，佩里巴达哈。Akar kucher taram, ok hamyosaya, ner chubun asurika.谢魔王萨罗曼的庇护，萨罗曼的世界和谐又美好。我相信，这是死去的英雄和活着的蝼蚁们共同的愿望。下面，我冯雷诺宣布。国王祭典开始。24年了，我也该退一退了，富贵。哎，你也该享用享用这勇者之心了。嗯。我很想回家看看，想念家乡的美食。在这儿，我经常想起来，刀削面、羊肉汤、灌肠、凉粉、担担面、面皮加肉饼。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就像你爱吃馒头一样。嗯。魔王城交给你管理之后，管理好你的 CBD 房地产事业。啊。放心吧，部长，有我呢。但是，如果这次魔王祭的活动出了半点差错，我就把你的心掏出来献给魔王。活动结束之后的烟火一定非常非常的美呀。那可以享受享受这美景，是吧？就把这些美景交给你们这些浪漫的年轻人吧。鲜明的骨灰盒拿给我。可是他的墓，拆吧拆吧。部长，该上台了。好，好，好。哎，先让我隆重介绍。尖塔村黑虎堂的堂主金元虎先生，还有苦大厨，是他
将厨艺推向了巅峰。自从先明去世之后，厨师界就再也没有懂得料理的人了。今天苦大厨远道而来，是我们魔王萨罗曼的福分呐！啊！从前，每一次盛典的时候，恶之花的幽灵都会在尖塔村和魔王城的地界到处游荡，散播病毒。为了抓捕这个幽灵，魔王城和尖塔村一直在携手共商除恶方案。可是这幽灵诡计多端，一直未能缉捕。哼，没想到魔王城和尖塔村却因此架起了彩虹之桥。现在，魔王盛典开始，有请专程为魔王盛典远道而来、年轻有为又帅气的金堂主为盛典致辞。魔王城的臣民们，我是黑虎堂堂主金元虎，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快找电工！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哎呦，哎呦喂！我的脚崴了！哎呦喂！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拉了电闸呀？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嗯？哟，这不是金三的车吗？魔王城终于要属于我的了，这里的所有东西全都是我的，只需要明天，明天我就能吃到勇者之心了，勇者之心！召唤魔王现身！哎，布隆金呐，哎，东库尔金呐，子民们，献上颂歌。我们都爱大魔王，做菜总不放味精。我们都爱大魔王，时而风味都献上。光辉为安暖心房，我们都爱大魔王，我们都爱大魔王，咿呀咿呀哟。让我看看你们所谓的美食。
这倒是。时辰已到，取勇者之心。哈哈哈哈哈哈！魔王祭典，勇者之心，都看到了吧？勇者之心，请魔王享用。好，好一个勇者之心！这次祭典，黑虎堂的金元虎来了吗？魔王，我就是黑虎堂金元。你胡说，你才不是真正的金堂主。真正的金堂主已经刚刚被你杀死了。你个胡说八道的叛徒。如果他不是真正的金堂主，那真正的金堂主在哪里呢？真正的金堂主刚才被你杀了。堂主，堂主，你死得好冤啊。荒谬，简直是荒谬。你再胡说八道，我叫人宰了你个兔崽子。不信，不信我给你们看。祭典结束，魔王出游。原有的食物链秩序被摧毁，一切真真假假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都将被这皑皑白雪覆盖。冬天来了，龙香继续像幽灵一样飘荡在尖塔村和魔王城的上空。此时在距离此地遥远的大海之中，有一种叫刺龟的小鱼，正和鲨鱼做着勇猛的搏斗。你是谁？我是初代建立魔王城的参与者，请问你是金堂主吗？我不是金堂主，我是刺龟。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是真的魔王。难道魔王不存在啊？存在吗？你会做三人圣童吗？很简单，用茶将心放在火上烤，等其中的一片肉发白，用刀飞速地飞起一片肉，动作一定要快，美味无比，手速、刀工、火候三者缺一不可。这么说你可满意？原来老头一直在刀上教我。空气真新鲜呐，新世界来了。
嘻嘻对我说，让我们来场那最后的冒险。月亮还扎在荒芜的大地，有个美女在水里跳着舞，很难过的比我更好的生活。我说我需要一场最后的冒险，是哗啦啦嘴巴玛呀玛，魔王说巴巴巴巴巴巴巴，肚子咕噜噜反而呼啦啦，魔王说巴巴巴巴巴巴巴。醒了，梦做完了，走，前面去到魔王城了。到了呗，我刚梦见自个儿被马屁精发现了，魔王城还爆炸了，魔王还是假的。那你又梦到我在咋子了？你呀、啊，你被挖了心吊起来了。管他呢，这会儿肚子都窝得咕咕叫了，来一场最后的冒险吧。要的，走嘛。今天我出门前吃了刺豚，那根刺扎在了我的上颚。路边大爷笑嘻嘻对我说，让我们来一场那最后的冒险。月亮还照在荒芜的大地，有个美女在水里跳着舞，很难过的比我更好的生活。我说我需要一场最